Hey,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嗱，呢个历史时空 AJ 咁咧，曾经就出过呢个图啊，咁啊，自配比呢个配对历史时空 ，OK，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， 咁咧就做咗呢个 matrix，OK，、okay? 咁啊 ，matrix 其实系一个。數學框架概念啦 ，OK， 唔係懂嘅人懂啦，唔懂嘅人唔懂。咁但係呢個格仔畫咗出嚟，咁然後就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嚇、啊、係配對好嘅，咁啊出曬格仔，咁仲對唔到，係咪？嗱，即係眼前所見嘅位置，整個山。嘅 shape 個形狀，全部都啱啊！啊，即係好似啊，基本上啱啊，咁啊有曬格仔，咁啊，所以就望到尖沙咀大包米啦，望到紅磡灣啦，係咪？咁咧，眼前個大山就係十二號山啦，就不過咧。就削咗 ，OK， 一個咁大嘅山削咗 ，OK， 得啦。咁如果你咁睇，你睇呢啲有咩問題咧 ？OK， 第一就嗰啲格仔，啲格仔係唔配對嘅。個唔配對就係嗰、那個深度，個 depth 嘅深度 ，OK。咁即係話咧，上面咧就直排四格，下面直排會變咗六格。得啦 ，OK， 咁如果你畫翻大佢的話咧，你就知道配唔到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原因好簡單嘅啫 ，OK， 山形好相似，遠山形好相似，咁但係個距離係計算唔到，啊，即係呢個嘅基本一個錯。咁但係一陣間我就會畫清楚曬俾大家聽 ，OK 啦，呢個第一部分。好啦，咁另外咧。另外一個 corner，OK，、okay? 就係配對到青衣島鵝船洲，咁啊望遠山，即係花瓶頂老虎頭，甚至乎就去到呢個三山台 ，OK， 咁啊大東山，咁啊全部 match 到嘅，咁同埋咧就係嗰個近山形嘅 shape，OK，、okay? 就係喺呢個京士柏山影到，嚇、啊。前面嗰個山形，咁啊種曬樹啊，咁啊好正啦，係咪？嗱，嗰個情形咧，其實係點講咧？就係、是、你揾啊，即係有啲大山啊，嗰、那個亦都係近景嗰個 depth 嘅問題。OK， 呢個第一個嗰個先解決啦。咁但係。點解會配到好曬啲遠山咧？係咪？咁但係我就話，你去沙田坳睇都係一樣嘅。咁啊，你咪去旺角睇咯，油麻地睇咯，上何文田睇，咁你望遠山係一樣的。咁但係嗰、那個即係。影相嗰個深度嘅問題 ，OK， 近景遠景嘅對比係錯嘅，嚇、啊，好啦，咁但係唔重要，呃到人呃唔呃到自己，好啦，咁有啲好簡單嘅問題 ，OK， 即係嗱，下面嗰張相就係原相六張，嚇、啊，就是、六張 ，OK， 咁啊上面嗰張相。就截咗左手邊嘅三張，咁另外嗰張相就截咗右手邊嘅張半啊張半 ，OK， 咁當然中間佢哋都有一張相嘅，甚至乎就講到嗰啲尖沙咀嘅近期嘅景物喺邊度，係咪？咁我就打咗幾個好簡單嘅問號。咁啊，已經即係 tick off 噶啦 ，OK。
即係一句 KO， 即係玩完㗎啦。OK 啊，好啦，就大家睇第一個問號。OK， 依一度如果係紅磡，喺佢而家嘅實景影咗去邊度？OK， 咁啊，地動星移啊！嗱，嗰條海岸線，紅磡條海岸線就即係我哋一般講嘅模糊街咁上下啦，係咪？咁你今時今日揾條模糊街喺邊度？係咪？咁條模糊街就應該咁樣，條模糊街應該咁樣，OK？ 就唔係佢咁樣。第二，呢個大山喺邊度？啊，我話呢個鑽石山，同埋12號山已經削咗啦。OK，咁歷史上面你揾唔揾到歷史材料？啲地圖對照有新舊幾時削？你揾唔揾到俾我？OK，即係山谷道村點起？點樣有個12號山？得嘛？咁同埋個12號山係究竟喺邊度？喺呢張相嘅邊度？即係依度12號山，依度嚟亂咁嚟，OK？即係一句説話。好啦，跟住如果右手邊呢張相係啱，咁即係呢個山坡啊，就係今時今日呢個山坡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我就問啦，呢啲大山係邊度嚟嘅？依一度咁嘅大山脊喺邊度嚟嘅？喺青衣島擋到青衣島啊！如果冇佢的話，個青衣島全相就睇到啦，係咪？第跟住就係呢一個叫鄂船洲，係咪？呢個係咪鄂船洲？咁有冇睇過？如果咁睇嗰個鄂船洲，睇到係點嘅樣嘅？嗰個島咧，依度咧係斜落去嘅。OK， 依個島咧係長拉出嚟嘅。咁鄂船洲係冇喐過呢部分。OK， 依啲山去曬邊度？咁好簡單就話你錯。OK 啊，嗱呢一個就係12號山。啊，對唔住，特別依個魏岐山。咁咧原狀咧就應該高少少，就去啊大概去到依啲白樓度嘅，即係咁嘅款嘅。咁但係魏岐山外邊就係、是。海嚟嘅，魏岐山喺海邊，即係話彌敦道，魏岐山對出彌敦道就係海岸線咁上下啦，咁就唔會有依啲喺度嘅。OK， 咁啊，即係歷史地理啊。OK， 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喺京士柏山影到，咁就望唔到依啲嘢嘅，係望唔到依啲嘢嘅，依個位唔喺依度嘅，依個就係基本嘅歷史時空啦。OK， 咁但係唔係對住個遠山山形似就得㗎啦。OK， 咁呢個亦都對住遠山山形似，亦都解釋咗有啲人做咗依個地理嘅線性配對、角度配對，點解係唔得？咁呢個咧就稍後我會同大家講，多謝曬大家。